咱家上吧，哥。先让他两家，他俩人拉拉票。哥，这把是不是该回来了？哥，这不又要，不是了，还有几分钟嘞？还有好几分钟嘞。我出门买烟，好的哥，行。行，你去吧，哥，没事。哥，这把是不是该回来了？燕雄哥，你肯定把车拿一把，然后回头就该帮我，是不是哥？那别忙着来哥帮忙吧，这回俺这没人帮了。大哥，咱家上一上，咱巴掌上一上，现在三个人都留票嘞。咱家现在率先上的话，我就不用拉票了，就叫他俩拉票。你这么上，歇会儿。新哥不在，咱开平局了不难看吗？媳妇有玩哥，哥你帮我干活哥。谢我玩玩哥。你看哥帮忙吗？哥上把就开，连上把开，咱不能再就开了。谢我哥。这个都连开了，你看两倍了。俺这回叫人家，俺这回叫人家连开了，哥。感谢我玩玩哥。还有60秒了。我申哥也不在，申哥就没烟了。回哈，这不挨揍了吗？这又也10秒上吧，又也10秒8秒嘞，还有50秒。俺不信，你八万多少不上，你能上？谢我大哥。哥帮忙吗？哥上面咱人偷了，谢我眼睛哥。上面咱家19票被人家偷了，上面咱家19票被人家偷了，人家上3秒偷咱，这把咱再输吗？再输40了。哥偷了，帮我偷了买票行不？哥，哥帮我偷了买票，咱就赢了。哥真的，还有20秒了，可能打把手哥，还有15秒，哥咱上超两百咱就赢了。哥超个上个200多票就赢了，他家我看他没收，哥不会收。这把难道说该我过瘾了吗？我要打10个吗？还有10秒了，哥超200，不要叫他连打，哥超200咱就赢。回来，这哪大哥给我超200这？哎呦我操！好，谢我哥，站去了，你输了。哎我去，他不是买烟去了吗？怎么还在？来，快点，哥。不买烟去了吗？怎么他还在？不要墨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啊，对。13、14、15。啊。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老兄，最后2把 PK， 最后再玩2把吃饭逮鱼。